突围比赛现场，主办方提供中新网同江10月13日电，记者许一夫界陪花13日，中俄跨境1+1马拉松赛，在黑龙江省同江市鸣枪开跑。来自中俄两国的2600余名选手参加了同江赛区的比赛。14日，选手们将转场到俄罗斯比罗比三市，参加中俄跨境1+1马拉松俄罗斯赛区的比赛。突围比赛现场，主办方提供中俄跨境1+1马拉松赛，目前是唯一中俄两国两地政府合办的标准马拉松赛。参赛选手需要在两天内完成两个马拉松，而且要面临长时间通关的考验，难度更大，更有挑战性。突围比赛现场，主办方提供俄罗斯犹太自治州青年体育协会主席沙维尔涅夫伊格里瓦列里耶维奇说，中俄跨境1+1马拉松已经成为同江和犹太州的体育盛事。同江市政府和犹太州政府在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通力合作，力争把这项赛事办成中俄人民有益的精品赛事。最终，中国选手丁志坚和魏玲玲分获男女全程冠军，中国选手孙磊和俄罗斯选手宗措瓦塔季亚娜分别获得男女半程冠军。随后，参加中俄跨境1+1马拉松俄罗斯站的选手将通过同江市口岸前往犹太州首府比罗比詹市参加14日的比赛。完。